经来到了哪里？龙洞跳水。丢丢，小编来到北海岸的跳水圣地，就是要来测试抽考员 NAA 美女的极限啦！到底能不能通过跳水考验呢？马上就找到一个大美女帮我们测试啦！一听到有奖金500块，就立刻答应了。嘿嘿，我们开始吧。先问一下，你刚刚来的时候有化妆吗？然后现在要光。好哦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马上用深棕来画。哇，美女的画面很棒的，而且颜色超适合的。天哪，画完之后居然让五官更立体了。那你刚刚在画的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就是还蛮好上的。就是我刚才就是画个边啊，然后里面再填满，其实就很快，然后大概就再修一下，然后后面刷一刷，大概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其实就是上的蛮快，而且颜色蛮饱和的。哦，就像我刚才其实本来有画，然后下去游一游上来就掉光了。对，我刚才一开始就掉光了，就是掉光。其实本来有画，对，我是没有画。对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要来跳水啦 ，Go！ 预备，3、2、1 ，Go！有没有开心？有会觉得很强吗？对啊，就是跳了都没有掉。所以玩水一定要怎样？用防水。哦，第二位答应测试的是一个帅哥的，究竟画在男生眉上的效果是如何呢？耶、yeah, 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画眉啦！哎、欸，你平常有在画眉吗？没画，最近是第一次献给美咖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画眉。好了，好。那你觉得画完，你看一下镜子给你，你觉得有没有变帅？你觉得你自己整身变怎样？我感觉比较有型。比较有型。其实蛮好玩的，就好玩。那现在我们就要跳水啦 ，Go！ 那我们的。好，来了，3、2、1 ，Go！ 有一点。好看眉毛，好看眉毛。还在，搓一下，有没有掉？有没有掉？没有掉，没有掉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跳完水了。刚跳完水，有没有很紧张？对，我刚跳的蛮紧张。紧张是不是很高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眉毛有没有在。来看一下，自己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还在，还在。对不对？还在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给镜头看。哇！那你们好像比应该感觉比外面的还强吧？这样跳都不会掉，而且刚好有戴蛙镜。刚好有戴蛙镜。对啊，磨刀都不会掉。对对，有要，其实有在化妆的，应该真的需要给你。就是防水功能强，然后不容易掉。好画就是画起来很快就上色，然后很自然。耶、yeah, ，谢谢你们今天帮我们做体验，挑战成功，那我们奖金送给你啦。耶、yeah, ，成功。到海边记得要用防水的产品哦，不防水的记得不要带到海里面哦。MPV 美康 Be yourself。 到海边记得要用防水产品，让你环保又美美的啦。MKUP